the stars come to shine when it's dark. From so far away, show us where we are. What makes the sun go to sleep every night, and what's it dreaming of? I wonder.好，我们的房间到了。弟弟，哟，要逼吗？我们今天住一一二。好。哎呦，感觉不错哦，中规中矩的感觉。哦。是。哎呦。一进来就是比较老旧的感觉。你这间也是看很多人推荐，还不错啦，算宽敞吧。它其他层有很多佛小朋友的这种房间，所以这个是小朋友层吗？算是。哦。通常小朋友层才会这么低哦，还是有浴缸哎，而且有免治马桶哎，还有小朋友的那个尿尿桶哎，好可爱哦，第一次看到。哎，吹风机其实都用不错，就 Panasonic 这种出街的那种。哦，还有这个，它是一罐一罐的，还有小朋友的沐浴乳，它的洗澡是跟浴缸一起的，只有这样一间。哎，好可爱哦，小朋友椅子。哎，这外面 view 不错啊， view 蛮好的，而且它多一张沙发，这是给爸爸睡的吧？对。看过去蛮漂亮的哎，我们住十一楼很高，那边出海口哎，好像是哎，蛮漂亮的啦。这有小朋友儿童餐具，哇，还附儿童餐具哦、喔。虽然我们应该通常不会在里面用餐。小朋友的杯子，还不错啊，它就是很符合小朋友。柜子好复古的感觉哦、喔，就有一种这种年代感，真的。但整理的很干净，它有附这个除湿机，衣橱哎，第一次看到这种衣橱，进去里面挂的是横的那个。那个我们行李太多，这是打包的箱子吗？行李太多寄回台湾这样。哦，好聪明哦，他知道我们在迪士尼会买一堆，我们可以用这个当托运行李。如果真的装不下的话，我们就一箱当托运。好聪明，好贴心哦。如果真的装不下的话，所以我们又可以再买了。啊，没有，你先睡到一天了。好了，我们现在准备要休息一下了。好累哦。下午去玩玩迪士尼，现在看看风景，休息一下。我发现他有按摩脚的机器耶，好贴心，他知道我们逛街逛到脚超烧。哇，等一下马上来用。床很软哦，而且 很少遇到这种软的床，感觉你就是要横着睡了。我是不是又没位置了？你那边还有一个位置，我是那个位置的，也蛮大的。我横着睡也可以睡啊，你看。其实横着可以睡，横着都可以。就这么滚，你都是这样睡的、啊，然后我是睡这边。你都是你儿子，我都睡这样，我只能睡这样子。是你儿子好不好？是你儿子才横着睡，所以你就跟他一起横着睡啊。我现在要先去拿我们的行李放在楼下，因为我们一开始早上来的时候啊，我们大概十二点来还不能 check in， 可是他可以先寄放行李在他有一个行李室，在二楼拉比这边，然后进来之后要刷一个条码才能进去，就比较安全一点。哦，刷成功了，那我们行李他锁在这边。它是用这种绳子绑住你的行李箱的，所以你也不会怕被偷走。然后还有柜子，就有空位都可以用。你看，大家都守在这边去逛街了，去迪士尼乐园。我们饭店旁边就是一个超大的 mall， 蛮好逛，应该算两个，那是两个，两个接在一起的 mall。然后从我们饭店的那个走一个空桥就到了，空桥从拉比直接走出去，因为拉比是二楼，人流其实蛮多的，然后都开得很晚。我们今天晚上来这边吃猪排，对啊，吃猪排好吃，很好吃。他感觉都是为了迪士尼来这边小朋友，所以他的餐厅都有附那种儿童玩具，对，有附小玩具。而且我发现日本他有些的 shopping mall 都很早就关了，对，但是像这附近的都可以比较晚关。迪士尼十点关嘛，所以有些人会玩到十点，然后是个宵夜什么的。这边开到十一点哎，然后超市也超好逛，我们买一堆东西。不知道哎，没有吃过日本麦当劳哎。看一下招牌有没有。麦当劳到了，好大只哦，要化了，糟糕。哇，冰淇淋，你吃的是什么啊？好酷哦。我也不知道哎，好像写什么栗。也是冰淇淋哦，冰旋风，像冰旋风一样，对不对？好吃哎，甜甜的。甜甜的，应该就是栗子吧。好笼统的说法，还好不是咸咸的。好吃。啊，我的要融化了，我也要先吃了。这边它也是采用这种备品式的概念。这个是寶寶在房间穿的宝宝浴，哎、欸，它每个尺寸都有。然后这边有浴衣，超多种的。然后这边原本是放小朋友89、90，还好我先拿了。冲进来，是小朋友洗澡的那种。哦，还有入浴剂耶，泡澡用的。哎，你有没有拿入浴剂？晚上泡澡可以用。对，还有小朋友的牙刷。牙刷也有。然后这很酷，它这种夹子。哎，夹子哎。可以夹头发。对啊，还有漱口水，还有那个是什么？发油。
好丰富，然后就这样绕一圈，像自助餐的概念，还有法圈呢，这边好贴心哦，还有敷尿布，各种 size 都有，哆啦 A 梦的，好可爱。但我们都自己带，就不用拿尿布。对啊。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的茶包。大家玩完了，我们来的时候都没人，现在原地要排队了。对啊，我刚觉得他那个备品是真的很贴心哎，真的超贴心的、啊，就什么都有。你就需要就拿，不需要就不用拿。而且它整个那个装潢很漂亮，蛮气派的，会让人觉得很高级。对，而且动线规划得很好。我不是妈妈，先去结账。你是老板。去结账。早安，我们要 check out 了。给这间饭店好睡吗？好睡，好玩，对不对？下次还要啊，你自己睡，对呀、啊，你昨天自己就睡着，玩一玩就睡着，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哦，我觉得超好的是半夜还有一间那个 Lawson 的便利商店还有开，就24小时的哦，超赞！我昨天1:30买今天的早餐，然后我就随便抽个三抽一番赏，就抽到 A 赏，太扯了！这个听说昨天才出的，然后就抽到了，太扯了。然后回来就很兴奋，就把我儿子吵醒。可是他后来15分钟后就睡着了，他本来就很累了，他就睡着。兴奋，他也很興奮，我超兴奋。然后我还遇到 Anson， 一抽是700日元，然后三抽是2100日元哦。怎么样，好住吗？我们去看完了，蛮快的，就拿去房卡给他一下就好。啊、我觉得好住哎、欸。对啊，很好哎、欸，我觉得适合小朋友。对，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边是迪士尼附近，所以所有的饭店都这样，还是只有这间饭店？我觉得算呢、欸，因为来迪士尼的通常会比较小朋友，所以应该可能这一区的都是对儿童比较友善一点。月唐老鸭。月唐老鸭，喜欢这个狗狗吗？101中狗。啊，不喜欢哦，你口是心非。好啦，我觉得住起来很舒服，然后也真的蛮适合亲子的。对，虽然没有早餐，对不对？他没有付，但是可以有付的。哦，他可以选有早餐的。然后附近我觉得真的餐厅很多，然后又可以逛街，然后离迪士尼还有接驳车。对，有接驳车，然后15分钟就到了，所以很快，很方便啦。好啦，我们要结尾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铃铛。那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拜拜。